好，可以。然后把它拆了。如果需要停，你就说停。对，你等一下安装的时候可以喊停，安装一些拆的部分。放地上。要暂停了吗？暂停一下，然后把这个配件要着重拍一下。他手里，冯师傅手里拿那个手机。你先把人对好。可以再往里面。再往里。然后把这个拿走。好，可以暂停一下。
好。刚开始是上太紧，后面打插进去，拉面插不进去。那两个要一起插才行。对，一起用劲儿。那个先插进去，这个咋插？这个都没办法。要先上草，先上草边的，草边以后就要拍，要不你又上草又上短，你就进不去了。两个一起的吗？一起的。拆出来，你那边上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拆出来，拖出来。这个上了草了，两个都装好了以后，给他拍个特写。意思装的时候，这个角度一定要上下先装，或是左右先装，最好先草边先装。等一下，这个拍个特写，注意一下。嗯。要不你装不上去了。工程师他要搞这么久，你想想普通的人员拿回去，那有一个人说，我弄了一天我还没装上。我说不至于吧，非要让我拍视频。后来是在工厂里很杂乱的环境下给他拍了一个简单的视频，他算是给装上了。方便啊。这个怎么拍？是拿起来拍还是？
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这要不要特选？出来没有？敲进去，要先拧螺丝，一起先把螺丝一起拧了嘛。螺丝刀卸了。
费了，不要太紧了。